好，我们回来了。我们这边就接着播这个 Nice 的 Special。这边我们要进入是第一把。哦，这边第一把地图来到是光与影哦。地图左上角是这个红色的人类 Special。右下角是蓝色神族 ，Nice。哎呀，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移这个视窗的时候感觉卡卡的，怪怪的，怪怪的。啊，这边 Nice 前面来稍微侦查一下。我觉得我那个十分钟的赌盘好像开的有点久啊，等下试情况啊，试情况我要把它关掉啊。哦，这边 special 是单矿两个瓦斯哦。而且他这边是把兵营放在外面，所以 Nice 刚刚第一时间过来是家里是都巡的差不多了，而且刚刚应该是有看到这边有一只工兵走出去了，但只是这里还没看到 ，Nice 这边还在巡，那这个寻宝游戏玩的不是很好啊。哦，不对哦，他不是要巡哦，他是要来干大的，他这边应该是要看到你这里野兵营哦，他这里是要直接在这里下，应该是野 VS 哦，野 VS 盖电池直接去干你哦。哎呦，这个变招我觉得 OK。来了，这样子的话，等一下这边 special 第一只死神做出来 ，Nice 家里的狂人士也在做了，问题应该不大。而且这边还在持续的在拖延这个 special 家里盖这个军工厂的进度啊。哎，这个很细，这些都是细节啊。今天的 Nice 很细。这边过来有看到 ，special 过来看到，这 Nice 家里理论上应该是少了一根水晶，所以这第一时间也是赶快家里可能也要有点反应了。好，这边死神进来，神现在开杀，这边稍微拉一下农民，哦 ，special 点乖了，可以看第一时间点乖，哦，不过这边又点回来，还是杀把这两只残血的杀掉。啊，那现在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这边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这个家里，他现在才开，他现在这边被卡一个位置啊，所以家里等一下，他这边为了要盖这个，科技实验室还要飞起来啊！哇，这个 Nice 今天细节满满，然后这边虚空第一时间按下去，完蛋了，我觉得我的盘好像得关了，怪怪的。这边家里是有电池，然后两只教士在点，两只那个死神在点哦。这个有，但有一只教士跟电池原则上这个问题应该不大。这边问题比较大的是这个虚空要进来了啊！这什么都没有，把那个枪兵点了。哇，这边很痛，而且这个 Nice 正在这个上面，等一下第一时间打完车出来，直接开锁哦。可以，再往后拉，后面有电池。电池已经好了，问题不大。哎，虚空！哦，这边要抬起来了，但是这个虚空啊，哦哟，最后一刻，但是危机也出来，哇 ，nice 了，完蛋了，怪怪的，刚刚原本以为是一个完美的 timing 点，但是刚好撞在人家危机出来啊。哦，那这样子感觉有点怪怪的哦，这样不太对。哇，这第一波第一次那个虚空一掉，这等于说他前面的这个前面打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完全送掉了、啊。这把应该是要凉凉的、啊。我看我是先把赌盘，哎呦，来不及了，这边我要先关赌盘了。虽然说我们有一点点时间的延迟哦，但我要先把赌盘给关了。
这边 Special 先拿下第一分哦，刚刚那个第一只虚空太关键了，他原本想要等那个，他主要是timing点没有配合好，他原本想要等凤凰出来，第一时间过来，先把那只导弹车引出来，然后凤凰第一时间去把它抬起来，但是直接一个爆开啊，他没有想到后面维京直接出来，直接把那只残血的虚空给秒掉，不然理论上其实那个虚空回去。 回去稍微冲了一下那个问题就不太大。哦，准备要见到这两个人，第二把。 看到那个奈斯又，我又看了一次这个奈斯虚空惨死的画面，太惨了，奈斯。好，现在在准备进到第二把。 地图来到是罗曼史，我觉得刚奈斯太急了啦，他刚那个真的太急了。他其实他前面的这个开局，我觉得他那个虚空电池该那边，然后遇到这种野兵营的开局，他其实是有一点点，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优势的。哎呀，啊，那我们现在进到的是这两个人第二把地图来到是罗曼史，地图左上角。 是蓝色的神族 ，nice。 地图右下角是红色人类 ，special。哎呀。 好，这 special 又把兵营放在外面了。哇，这个也是这个基本上放这个位置，就是单纯要扰乱 nice 这边的流程而已了。他这边 nice 有稍微巡一下家里附近有没有被野东西，还行。嗯。 嘴巴有点渴，让我喝个水。嗯。好，那这样两个人，这两个前期原则上问题都不大啦，都是正常，都算正常开局。 然后，因为这把 Nice 他是没有侦查的，所以他也不知道，他也第一时间也不知道这个人的死神，这个兵是坐在外面的。他只有感觉，等一下这个死神好像比正常时间稍微快了一点点而已。好，然后家里 BYS 已经好了，第一时间加速，他的教室也放了一颗电池。这个电池其实也是放一个保底的，因为毕竟 Nice 这边前期是没有侦查，所以他这个第一时间先点这个电池也是。 也是合理的，先点着，然后以防万一等一下真的不小心有死神直接走进来啊，还行。哦，这边看到死神了，然后教室这样，教室第一时间因为家里有电池的关系啊，所以教室第一时间是可以直接往前走的，问题不大，直接往对面家里塞过去。哦，这 special 兵营是做了两只死神哦，然后家里火车也正在出。 那这样，这只教室等一下就要很小心了，因为这很有可能等一下会撞在这三只兵上面啊。那如果撞在这三只兵上面，很有可能等一下就回不去了。哦，这边过来 ，Special 在藏 ，Special 在藏他火车，完蛋了，这个教室好像回不去了。哦，点起来，点起来，点起来，再扭，再扭，再扭。
哦，哇，教室没了，不过好险，好险有硬换到一只死神啊！好，这个正面 special 这边是一只死神，一台火车要稍微过来压一下，不过电池也好了，然后主矿这边有一颗电池啊，所以这边问题不会太大。 这样就等于是 special 稍微做一下侦查，那再来就是这个两颗雷的空投了，这两颗 D 的空投就要看 Nice 等一下第一时间反应了，因为这个很有可能等一下 special 会稍微打一个小小的双线啊，就是这个火车这边火车会吸引的注意，然后侧面的这个地雷再投进去啊。哦，这边是核融合核心，难道这是传说中的战群舰一波？ 完蛋了！我好像在2018年还是2019年有看过 Special 用这个打 States 吗？很熟悉的东西啊！两颗地雷丢进来，哦，第一时间 Nice 有反应，问题不大。而且这二矿基本上也暂时不用理它，因为主要是二矿有一颗电池，这一台火车是烧不动的。来了，来自工兵一下，问题不大。这边还想再丢吗？再丢，哎，有反应吗？有，可以。 这边再引掉，那关键的这一只 OB 来了，这一只 OB 进去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 Special 盖这个核心啊 ？Special 这边在等钱，他还等钱，要按战群键，他按了，哦，这个台币点看到这个东西 ，Nice 要有感，好像有一点感觉哦，因为这个应该不是正常的。第一个是他出这个女妖，他假设这个是女妖好了，他的这个科技实验室没在亮。 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是不是女妖的东西啊？然后这边追猎士已经走出来，要直接打这个这边，这一波很有机会。但 Special 这边有感觉，他有感觉你这个闪追要跳我上面了，所以第一时间上面其实东西也是先坦克也先缩回来了。来了就是这一波 ，Nice 有没有机会直接顶上去？追往上跳，漏了一只，可以再上来。 然后这边因为 Special 的枪兵是完全没有科技的，所以这边是可以硬换，残血的往后跳，残血的往后跳。哦，这可以直接硬点坦克，然后再往下走，硬点坦克。哎，你要在这里硬打吗？然后 Special 他这边我好像看到战群剑是直接飞过去 Nice 家里。 战群剑直接切家进来，开始点电池。哦，那现在 Nice 就要抉择，到底是要先顶这个这边的，还是要回去救这个家里的矿哦？哎，这边家里先刷了一点点追猎出来，然后这边第一时间跳上去点坦克，可以，这个人机在操作。哦，这边看起来很有机会把这里上面的枪兵全部吃掉。 再往后再甩，再甩，人进操作没有问题。再往下跳，再继续蹭下面的工兵。然后家里的战群舰还没解决，但是这里追猎有持续在刷。哎，追猎跳走，啊！跳走，外面的兵是直接 recall 了回来，要解决这一个战群舰，但这都残血的追猎。赶快运起来，哦，可以，战群舰也点掉了。哎呦！ 那这个开局接下来，因为这开局比较大的问题还是 Special 这边，你看他到现在他的所有的生化师都还没有科技的，所以他这个战群舰掉的同时 ，Nice 家里压力没了，但他这边的压力还是有啊，因为他刚坦克其实也被点掉很多，他这边还是只有一台坦克，哇，那这样 Nice 这一波正面看起来还是很有机会，有没有办法再找一个地方跳上去，人进这里开视野吗？ 哦，这边一上来一点坦克，然后再把碉堡给点了。哦，然后还是先点围巾，可以。哎，冷静，这边应该是准备要人机过来开视野了。我们还是要打，利用这个闪追的机动性，再打一个，让对方的防守面积扩大。哎，这边找到机会，要再往上跳了，跳上来。 这边 Special 又要再一次把家里农民全部拉出来哦
而且这边原上就说到一个，这个嘴脸啊，这个嘴脸，我的天，他怎么会突然游泳了一下，害我相当的紧张啊，我还以为他这个要全部送掉了，再一次跳上来，再找一个位置，坦克轰不到的位置，往后拉一点点。 这边发现上面你有防守，所以下来要点准备点的二矿，然后 special 这里交一把扫描，确认一下 nice 家里三矿有没有开哦。这边 nice 三矿是刚放下去啊，又怎么又听到战巡？哇，怎么还有一台战巡舰啊？这个这边 nice 跳上来，但这个这边上面又有坦克，而且这边枪兵其实不少哦，所以这个这边可以要往回走，要往回退，再操作，再操作。然后家里的战巡舰正在，战巡舰正在撕虐。 闪追，惨险的往后跳，然后正面这里同时他也要再往前顶，但这个这边坦克架起来了，我这边要很小心，这追力要很小心。这边家里暂时是防住了，没什么大问题哦。那 special 这边，special 这边要直接转机械化了，确实他这个时间点要转色化的话，他的科技是太慢了，转机械化是能接受的。 哇，那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奈斯 这边就要看有没有办法掌握一个等一下这个家里的冲狂好哦。不过这边引刀进家可以哦，引刀进家，special 家里没有，他没有能量，开砍，手起刀落，手起刀落。哇哦，这个。 飞弹炮也被打掉的同时，这引刀也刚好消失啊。然后这边所有的战巡两台战巡就全部进家了。哦，这边在战巡，不过这里有追猎跟电池，看起来是守住没什么问题。然后这边的追猎也持续在蹭东西哦。家里这里又进来了，主矿的电池被点掉，主矿有没有追猎可以刷？这边追猎上来回救。 回救，上来回救，残血的往后跳，残血往后跳，哎呀！这边 special 是把残血的战巡舰应该是送回家喽，送回家维修，等一下再继续打。这边引刀持续在做事 ，special 好像还是没有，这个引刀啊，有渡鸦了，引刀就没办法上车。可以可以可以。哎呦，这是不是把战巡舰勾出来点掉了？ 可以哦，这个在战巡舰点掉很关键啊。然后再来就是这边上面这一台有没有机会抓到？因为奈斯这边看起来好像要，他好像受不了了，他是不是要干一波大的了？这边战巡舰一样再顺回来，这边 special 准备把矿开出来，但这是一波，这边是一波奈斯可以进攻的 timing 点哦。哎，这边主矿把这个两颗白球丢进来，这边做枪兵，枪兵是打不赢这两颗白球的。 主矿直接把哦，可以第一时间先把这个人进先至少先不要让这个人进把兵刷出来，然后下面的追猎，下面追猎跳上去，但好像死很多这边死很多，人机要掉了，这怎么感觉这波很送？这波是不是在送？完蛋完蛋完蛋了，这怪怪的，这画面看起来怪怪的。我这边白球是点了八只农民哦，这边还有办法继续点。 完蛋了，完蛋了，怪怪！然后这波狂安是冲上来，这边有机会哦，有没有觉得砍这一波？砍一下这些坦克，砍一下坦克，把坦克砍了。哦，完蛋了，奈斯好送，好送，这就是机械化。完蛋了，怪怪的，这一波奈斯送完，这个直接把前面的优势全部送回来了。他刚刚其实我觉得他下面这一坨。 主要不过主要是因为刚奈斯没有这边的视野啊，所以他这坨追猎不知道这里其实只有三台坦克啊，不然其实他这边其实直接往上跳往这里跳，其实就可以把这三台坦克解决掉啊，有点可惜啊这边。哇，那现在这个局面让 Special 萎缩起来了，就要看 Nice 怎么解决这个机械化咯。
这边火车稍微出来绕一下去，看有没有机会绕一下Nice这边的农民。这边Nice刚第一时间反应是有看到，反应也很快，马上出来捡，然后这边再去接，又要往Nice家里切进去。哦，这边反应很快，但这边闪了一炮，可能就要闪了一炮，然后再硬点一下。 这边再点，再许建还是有点凶悍。这边 Nice 可能他如果要看起来 Nice 这边还是要打一个大量的地面兵，然后直接去爆破、啊，他没有要直接进入那个神族大后期的那个局面啊。 这边再去间又顺了回去哦，但现在主要是 Nice 现在这个配兵组成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今天如果这个对面这个机械化人类是不出门的，他这个如果是不出门的话，其实他这个地面部队想要硬冲还是有点难度的。哦，有有有，这边 Nice 把 VS 拍下去了，那这样就是要开始往后期的部队先转过去了。 这边有一个冷静，Nice 等下可能想打一个双线，但其实这边 Special 家里飞弹炮台都已经插好了，所以这边第一时间冷静很有可能是被这两个飞弹炮台第一时间狙击掉啊。怪怪的，我真的要冲吗？这个很猥琐哦，这个 Special 家里超级猥琐，而且这边我听到战群键好像又切出去了，是不是？ 超级猥琐，这个别冲吧，这个冲了你可能人就没了。哦，原来 Nice 现在做他这边很抽不了，他知道这个机械化 Special 这么猥琐，是他是不太出门的，所以这个家里的矿是尽量能够拍的就先拍，然后家里转了一点猎光球，等一下看有没有办法稍微解决一下对面这个地面的部队哦。 这边一台战群舰又切进去，不过 Nice 这边家里追猎刷出来问题不大，这个正面要上了，等一下不要，好痛！哇，这个家里可以看到，你看这 Special 家里猥琐成这样，这个最好是能冲啦，他这个超级猥琐的。哎呦，但现在有一个故事，因为 Special 是不知道 Nice 这里在转 ，Nice 这里已经在转空军了。 所以这边 Special 还没有在造任何对空的单位，它就是只有这几台战群舰而已哦。那这样的话，如果有办法让 Nice 打到一个 Special 没有对空的 timing 点，是有一点机会的哦。下面战群舰持续在闹。 哦，这边有看到虚空了，那这样子 Special 家里应该就要开始转其他部队了，这可能按点雷神，然后看 VS 要不要再多拍个一两个下去哦。这边绕出来的火车第一时间是被 Nice 抓包，问题不大。 家里 Special 这边选择对空是选择先做导弹车哦，这个导弹车如果等下第一时间去锁到航母，这个还是伤害还是很高的。来了，这边 Nice 的空军都在做，这边后续也转了一点暴风箭出来。 而且这边已经200人口了，这边 Nice 可能要他这边需要先换一点部队掉啊，要慢慢的先把他这些地面的单位换一点，让他的这个空军是可以空军的单位是可以蓄的更多的、哦。然后这边第一时间这边在轰，哎呀，但这边在巡检轰这个航母很痛。
OK， 哇，这一炮电光球，大的大的，小把他是不是把导弹车全部炸光了？可以哦，这一炮真的轰了很多，而且 Special 这边其实，因为他毕竟这种机械化，它是开矿比较慢的，所以他其实存款也没有很多。这个其实这边的部队也不太能送，反而是 Nice 这边已经有一些存款了。我们再去建，再轰，把一台航母轰掉，但这里已经有暴风舰，暴风舰可以锁。 可以先开始慢慢白嫖一下这个 special 的这些空军跟地面的建筑物、喔。这地面的不要往前动，这边可能先让那个暴风舰往前去慢慢的嫖。好，这边 nice 的部队是找一个地方要切进去。 找到一个这个地方，但是雷神在下面输出，这边由追猎上来先把这个对空的都先点掉。哦 ，Special 没有对空了，这边 Nice 拿下了这一分。是我觉得这个 Special 的后续的对空转的是真的有点慢啊，所以主要是这把最大的问题是 Special 一直他知道 Nice 这边已经有虚空的那个 timing 点，他转对空的那个时间，他第一时间还是先选择。 家里的导弹车还有那个坦克还在按，那我觉得其实他这边其实 VS 拍下去，其实慢慢的开始做，一个是他要把他战巡可能多做一些，要么是他雷神赶快先做。我觉得雷神应该还是比照理来说啦，在刚刚那个局面，雷神还是比导弹车好用很多。 不要搞，我还在上面喽。他们，啊，可以可以。 哦不，完蛋了！我跟你讲，这个 Nice 没有选到种族 ，Nice 没有选到种族啊！看来他们这把要重开了，重开！ 嗯。啊。我哭一下。 现在要进的是这个 Nice 的 Special 的第三把，忘记没有 OB 可以跟了。啊，这边地图右上角是红色人类 Special， 左下角是蓝色的神族 Nice。 啊，刚刚其实对面，刚刚其实 Special 这边他第一时间意识到，他如果没办法，他第一个是他火车其实可以拿去换的，他先赶快把他多的那些火车人口先拿去换掉，然后再来是他家里的新的两个 VF 好，赶快出雷神，雷神打那个，在刚刚那个局面打战巡打暴风还是稍微强一点，不是打战巡，打航母打暴风还是强一点点。 啊，我这边来看一下，先稍微看一下那个其他组的赛程哦。
这边 Parting 是在上面率先进到了四强，所以这边 Nice 跟 Special 胜者等下上去就会遇到 Parting。然后下面的话，八强部分下半部是 Dream 先打 Maspex， 然后还有小 Hero 打 Cure。哟，看起来这个看看这个 Nice 有没有办法成为今天？哎呦，也不一定哦，因为这 Maspex 最近实力还是有点好的，这打 Dream 也不好说。啊哦，这边 Nice 前面有封了一个 Special， 这边一个瓦斯哦，还行还行。不过 Nice 这边是正常打的，他跟 Hess 比较不一样 ，Hess 去封人家瓦斯是一定会，基本上他之前的比赛是一定会去野人家东西的。我这边 Nice 后面是接续家里是直接开矿。那对 Special 这边来讲，这边短时间内的影响也不太大了。这边家里 Nice 家里是正在加速他的教室，然后他的空门还没按，所以这个看一下，等一下有不可能先放 VS。第二只的教室也在加速了，往前走哦。这边看起来还是要野东西哦，这个水晶塔已经放下去了。VS 放了，那一样这边是要打一个虚空电池的开局哦，然后要利用前期这个教室先稍微给 Special 这边一点压力，看有没有办法撑一点枪兵，但是这边撞在这个枪兵上，打三只枪兵打不赢。哎、欸，这怎么是哦 ？Special 后面再做了两只死神哦，看来他什么都不懂哦。这个 Nice 等一下是虚空要直接到你脸上啦。哦，但他这个。他指的这个点，难道他有让我看到吗？我看一下 Special 的视角，我没看到。他这个死神下来，神下来，哎、欸，他看到这个农民没有点，他直接往对面家里冲。但是，哇，他不知道对面已经在他家下面盖了这些东西啊。但奈看一下 Nice 家里有一只教师可以防守，这是一个互相伤害的局面。这里正面的虚空在做。然后家里这死神，这火车第一时间点掉死神两只进家里。哎，这边哦，这边有两只死神想要引这个雷，可以，我把雷引掉了。哦，那这样这个正面 Special 可能就很难守咯。哇，虚空进来了，虚空进来点他枪兵，点枪兵。哇，这个 timing 点进来可以啊。后面电池还有在盖吗？我们电池再继续盖，然后这虚空点一下往后拉，点一下往后拉，在电池的范围内，这个枪兵是完全打不赢虚空的。来拉一下，拉一下，可以。这边再继续蹭，第二台虚空也来了。看一下这个局面，碉堡是好了，但是电池其实也都盖的差不多了，这边慢慢可以是。等一下，这个 VS 可能就要往后退了。这个 VS 等一下第一时间可能要往后退，因为这把比较不一样，是 Nice 打这个它是双矿的、啊，它是有双矿营运的，但它后续是还可以转型的。那就要看它这边虚空做一做，因为它这边虚空没有再继续按，就要看它这个虚空做一做后面要转什么样，家里要转什么样的科技哦。好，这边锁一下，可以，这个电池很耐。围巾也在做，但是这主要是这个地方还是不太舒服了。我们持续在做交换，持续抽交换，再点枪兵。哦，这个虚空，啊，爆了一台，完蛋了，刚刚电池没能量，有点尴尬。哦，这样 ，Nice 这边后续又再补了一台虚空哦。那这样看起来，他好像是想要打一个虚空配一个兵营。地面的 BG 兵可能刷起来，然后直接往对面家里穿进去，可以。这边三只教室往二矿过去，然后主矿这虚空还在点。哎呦，这是一个这个双线打的可以哦。然后这边趁你往下走的途中，再瞟你一点东西。
看起来这边教室有没有办法上主跨？好像有一只教室可以上去上主跨了，卡一个位置。然后这边虚空持续在这个门口做输出。哦，这个点在持续的在跟他换。不过我觉得这 Nice 家里其实应该要转逼的，因为其实这个时间点，他应该说这个这边他其实是越来越难打进去啊，毕竟对面的围巾慢慢在续起来了，所以这个 timing 点家里其实可以转，可以慢慢转其他科技啊，毕竟Nice这边是有钱的。哦，哇，爆了就爆了一台，完蛋了，这电下面电池没有能量，要被围巾一路追杀，快逃命啊！ 这边 Nice 要不要考虑先把三矿给点了？我觉得他这边其实家里科技真的有点转慢呢。这边电池被点掉了一颗，现在真的比较尴尬的就是现在四台了，这四台是慢慢的已经有加上这台打完车是可以顶着这个。 电池一秒你的续空的，所以这边家里 Nice 家里是 VC 发下去了，然后三矿同时也开起来，那这个这边基本上这里就是拖时间就好了，不要硬打，就是你持续的把部队放在这边给他压力，然后家里冲锋狂再提。 因为现在比较，这边对 Special 来说，他家里的其实比较，他的生化科技其实也是比较晚，所以这个冲锋狂等一下，其实还是有一个 timing 可以打的。哦，可以哦，这边再进来换一点农民，换了三只，然后这个家里 Special 这里交一把扫描，看到你这边三矿开起来咯。 正面的电池把它点一点。现在 Nice 必须要有其他 AOE 的单位啊，所以他这边这个战王库是下去了。看他闪电第一时间要不要按，因为这个这边第一波等下推过来，可能会需要很多白球或者是闪电去逼退他第一波的枪兵哦。 坦克来稍微轰一下下面的建筑物。那这样看起来拖到这个闪电好的时间问题是不大，然后毕竟 Nice 这边经济还是稍微好一点点的。这一波正面要推出来了，这波正面。 不是很舒服，这波这边不是很舒服。我们必须要靠这个神奇的闪电。有，哎呦 ，Nice 这边他做一个小小的细节哦，稍微分一下电兵出去哦。哎，这个正面的闪电，很怕这个闪电等下被锁掉，完蛋了，虚空，虚空。 虚空被锁掉了一台，上面原本这有一波狂人是想绕，但是也被抓到了。哇，那个这个正面要盯过来，压力还是很大。而且等一下如果坦克往前架，这个口神珠是很难受的。上面的电兵，藏一下，很危险。 这边过来，坦克其实架得很深，而且其实 Nice 地面是不太够的，这个很危险啊！他这个没有人进的情况下，电兵通通都在，他的电兵通通都在地上游啊！等一下坦克轰，等下 Special 这边一直在看他的电兵在哪里，这个电兵被轰了一炮就全部都没了。来了，闪电下去，但没有电到什么东西。闪电持续在电，闪电持续在电。
这边再拖，闪电被卡住，完蛋了！人类的兵走上二矿，哇，那这样子走上去的话，这样子 Nice 没办法去救，没办法再去救他二矿的东西了。而且这边基本上很多的兵营都在这边 ，recall 了几支电兵过来，要电这个正面，然后直接切上来，但前面的胖子还扛着，哇，胖子好硬 ，Nice 的兵全部被切开来，这边看起来要扛不住了。 天哇，下面也冲不下去，一坨兵又过来了。这边 nice 直接打出了 GG。啊，我们这边非常可惜哦 ，nice 今天是50美收工，50美收工哦。嗯，恭喜 special 是这边2-1击败了 nice， 那他这边上去打 party。 哦，看一下下面的出来了没？哦，下面已经出来了，下面是 Dream 打 Q 了，但好像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等下这边就先跟这个 Party 打 Special。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好了，我去上个厕所，然后等一下跟着这个 special 打 party 呢。